持续站在台独的四个坚持，持续强化四大韧性，就是台湾的立场，即台湾当局四大韧性的立场很坚定，就是国土主权不退让，民主自由不妥协，兵戎相见绝对不是两岸选项。做什么习拜会想谈什么，该谈什么，有何障碍？中美会晤的最大障碍就是如何解决中国台湾问题、经济竞争和合作问题、科技产业链控制问题、人才竞争问题、数位经济和落实四不一的战略结构问题、台湾统一后的部分台湾台独和独台人士以及台积电迁厂问题，这些都是新政府参加这个美国的中期选举，在二十大做的这么一个 speech 上。台湾问我今天呢，我把那个口罩呢，自戴这个口罩呢，有些这声音呢，有些不够。台湾问题啊，是我本想戴另外一个帽子，这个是民主党的帽子啊，是冰雪之地，这是共和党的帽子，是中华民共和党啊，台湾是个。我呢是双重城市，根据联合国宪章，中华民国就是中国在联合国注册的中国的国家形象啊。原来的南京政府就是整个政府南京政府代表。原来中华民国的在联合国注册的一个政府，那么现在他经过2758决议，他到台湾以后，他不能够代表中国大陆，他只能够代表台湾省。所以中华民国台湾省的定位不是一个国家，这只是一个地方的治理当天因此啊，对没有个正确的认知，对一个国家的认知，就不可以解决好，就不能解决好中美关系，这个是平静的问题。中美关系的解决必须要解决台湾问题，台湾问题是中国的核心利益，也是中美关系的重要问题。正是因为如此重要它已经阻碍了它成为阻碍中美关系、中美经济、中美军事这个制造台海危机的一个定时炸弹。所以我们在这里如此慎重地来解决这个问题。
解决这个问题，只有邓小平提出的理论叫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真的可以邓小平提出的1982年提出的这个邓小这个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的理论是不完整的，是不成熟的，因为在当时的条件下，中国的基础经济力量综合实力和中美关系的比较，这个错综复杂的还没有意识到这个当前问题。现在我们现在到了解决台湾问题的2.0版，这个2.0版呢，就是说重新要认识，重新包装联合国宪章和25号协议。解决台湾问题啊，这个关键问题不在台湾人的手上，也不在美国人的手上，而在联合国如何认定台湾问题和全世界人民的认定也就是中国主导权，解决台湾的主导权，中共的权已经交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手里。所以台湾问题，蔡英文提出的4个坚持4个韧性完全是一派胡言，他根本没有代表台湾的权利，他只是中华民国的台湾省的一个地方统治当局，他是一个彻彻彻尾的分裂国家主义者，他就是分裂国家的，他就是南美战争 Civil War 的联邦，就是邦联，就是南方奴隶主义集团，他就是叛乱集团，他就是想分裂美利坚共和国的南方集团。所以我们大家都知道，美国有一句话，就是在国际下呢，One nation indivisible, and the constitution, with the liberty is just in the soul. 美国不能分裂，中国也不能分裂。这就是历史，美国的历史，美国的南北战争给中国人民得到一个教训。给我，美国是中国解放。是解放台湾，是结束内战，是终止内战的先行者。所以啊，我们要将心比心，回顾历史，认真的，中国和台湾，中国两岸问题的解决。只有靠中国共产党，国家的全体人民用人民战争的方式结束这场，是控制持久了73年的内战。这场内战不能再继续打下去了。所谓邓小平一叶障目，和平统一不是用和平的方法来统一，而是统一之后才有和平。重新解释，有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所以现在是什么状态？现在两岸的状态就是中华民国内战状态，就是 Civil War
就是中华民国的内战状态啊，原来是国共的内战，现在就是啊，中国和台独独派分裂分子的内战。这个问题啊，大家的认识不清楚，所以你没有在理论上认识这个问题啊，什么是国家？国家就是1945年，啊，蒋介石政府啊，派的私人代表在联合国签字的《中华民国》，当时中国共产党的总队伍也参加了，啊，这就是一个中国。那么谁能代表中华民国？过去在1949年以前。是蒋介石的天津政府，之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蒋介石就跑到台湾去了。他已经在名义上他还是代表中华民国，但是他在实际控制上他已经不能控制中国大陆中华民国的大陆地区，所以说他的这个事情正在发生量变和逐渐发生质变。但是大家要看到事物都是发展的，事物都在不断的走向自己的反面，蒋介石也在走向自己的反面。他是由一开始的他想要吃掉这个消灭中国共产党的人民军队啊，但是他没有达到，反而反起是个砸了自己的脚。他到了台湾以后，他想厉行除罪反攻大陆，但是实际上他没有完成反攻，这个历史不可能再回来了。所以啊，中国的问题，关键的问题是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大陆领导的中国大陆的这个 German 能不能够解决，能不能够依法来解决，结束战争。现在是按照战争法，现在是两岸在正在进行的内战 Civil War， 是敌对的关系，不是两岸一家亲的关系。所以中国共产党在认识台湾问题上是有形而上学的，是抱有幻想的，是抱有的像陈独秀一样，像农夫与蛇的一样。Sorry. Thank you. Ok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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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ay.在各个反华势力的策动下，台湾人民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认识，对于中华民国的认识，根本存在着完全的错误。认识上，他以为台湾那个小小的地方还是中华民国的政府。还是中华民国的国家，所以你想想，2300万人怎么能是中华民国的国家呢？怎么能够是中华民国的人民呢？所以呀，这叫自欺欺人，瞒天过海。
这完全是一派胡言。四个坚持，坚持中华民国的主权，中华民国的主权在就是中国的主权。大家呀，冷静起来。现在中华民国的定位是谁有权来决定的？是全中国人民，也就是按照中华民国宪法来说，全体中华民国的土地是包括了汉蒙回造苗为一国，这个叫做国家的统一。国他们回藏苗台湾诸暨为一国，这叫做主权的统一，这叫前头叫和汉蒙回藏苗这个56个民族为一体，叫人民主权的统一。所以啊，
说呢，刚才说的是要一天的注意，一天的注意还是不允许在平安出门。No. Yes, sir. You want me to call the police? Yes, you do call the police. That's a 5, that's a 4, and that's a 2. This is my car. Can you guys both meet me to Copper Canyon, restaurant of Copper Canyon, please? Can I 今天就只能到这里了，干扰。我说 ，Yesterday I asked you. There's a gentleman trying to make a video. You know, I'm trying to stop him, but he's saying not gonna do it. 好了。羊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和平统一的本质就是全力以赴争取国家统一，没有统一就永无和平。不能统一，职权法那就是失职，失信于民，失能于政。按照职权法，当官不为国家统一尽心尽力，不如回家卖红薯，空谈误国。台湾是全中国人民的台湾，台湾人治理台湾就是两个中国。美国的承诺，中国的承诺究竟是什么？你能洞悉 G20 拜登与习近平会晤的承诺是什么吗？你能确信他们能代表和掌控国家落实和实施这些政府的郑重承诺吗？里根总统说得好，如果政府不能解决问题，不能兑现承诺，那这个政府就是最大的问题。One Nation Under 联合国宪章，一个中国宪法原则和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权力配置的国家主。